别推出全新复刻专辑，翻唱苏打绿时期的经典歌曲。因为歌迷很爱看 MV， 宠粉的于丁密日前也宣布复刻计划同步升级拍摄影像作品，而且是他们少有的剧情式 MV， 更透露其中一首歌的 MV 将找来石头身美少女来合作。14日则惊喜发文曝光 ，MV 的主演阵容竟然是由小 S 大女儿 Ailey 来主演，让粉丝全都期待不已，纷纷直呼这组合太梦幻。同时，该 MV 也找来知名导演指导，卡斯可说是超级华丽。当年苏打绿推出这首歌时没有 MV， Ailey 也只有10个月大，如今已是16岁的美少女，让人不禁感叹时间真的过得好快。不过照片上并没有透露 MV 上架时间，让歌迷们全都直呼等不及了，希望 MV 赶快上线啊！